前有座山，山上很奇怪，此山叫做怪物山，怪物们都很可爱。老大老大胖乎乎，小马脑子转得快，狐狸是个小女生，牛头哥哥长得帅。喂，这样也叫帅？有没有天理啊？小青姐姐最美丽，鞋子从来磨不坏，因为她根本就没有脚啊。来来来来来，大家一起来，唱唱跳跳别把脚摔，别看样子怪，其实我很乖，怪物山上乐开怀。天上玉帝天然呆，德古拉伯爵他很宅，龙王爱看连续剧，女巫用水晶球点菜。我晕，怎么又死机了？猫王英雄爱捣乱，每次都会被打败。其实我是个好人，谁信啊？来来来来来，大家一起来，魔法仙术猜一猜，别看样子怪，其实我很乖，怪物山上乐开怀。狐狸已经忙了整整一个月学做月饼，今天谁都不许打击他，知道没有？一定要说好。不会太难吃吧？我害怕。不会不会，放心吧，馅料都是我从镇上买的，加工好的，狐狸只需要做外面的面饼而已。还是小马想的全面，这下就不会有任何意外了，大家放心吧。来了来了，提前出炉的呀。哦，也没有多难嘛。看着就很好啊，我一个人就可以全部吃下去这两盘。啊，这不行，每个人只有一个，这可是我们怪物山中秋节的福利，所有福利。老大总是可以刷新我们对他的认识，了不起。聊胜于无嘛，聊胜于无。那个，大家吃吧，一会儿要凉了。有福利就不错了。没看到外面那么多公司都倒闭关门了吗？成天就会抱怨，有那些时间可以做多少事？这就是我和你们之间的差距。为什么我是老板，而你们是员工的原因？过节，过节呢，老大消消气，对身体不好。他们几个都是年轻人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怪物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，咱们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老大为了怪物山的欣欣向荣，不知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，为了养活我们这么多人，多不容易啊！大家不要那么不知足，要珍惜自己拥有的东西。还有比这话更恶心的东西吗？还真有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到底怎么样啊？你快说呀！你这是什么表情吗？好吃，我这个好像是臭豆腐馅的。对的对的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好吃啊？狐狸，我不是给你馅料了吗？你怎么又自创啊？吃那种多无聊啊！一年就一个中秋节，我一定要让大家记住这一天。你们每个人的味道都不一样，快试试！创新值得鼓励。苹果炒鸡蛋。芥末薄荷口味的。我年岁大，不适合吃刺激的食物。狐狸，心意我领了，你看。您放心好了，我专门给您做的，适合年岁大的人吃，保证口味很舒服，很绵软，还很助消化呢。好。狐狸啊，咖喱奶油和韭菜混在一起，我这个中国胃受不了啊。咱们是好姐妹，你必须支持我。这还用说？我们蛇类对最喜欢的食物就是这样表现，整口吞下。好好的一个中秋节，我本来只有一个月饼，可是还是这个味道的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考虑到我是个全身散发着人性光环的老板，我决定答应猫王的邀请，
明天咱们全部放假一天，去五行山赏月吃月饼宴。老大，猫王怎么会突然这么好心呢？猫王写了封很诚恳的信，说他觉得这么多年了，我们斗来斗去实在是不应该，想在这个象征团圆的节日好好和我们道个歉，他真心悔改。管他怎么想，有什么想法，去了我们只管吃。我知道五行山的伙食是很好的，不可不防啊，小心驶得万年船，我留下看家。今到了禁食期，会吃得非常多，我就不去了吧，有点不好意思。不，一定要去，刚好吃了他们家的饭，这会省下来很多开支嘛，小青必须去。咱们就过个正常点的节日，吃顿正常的饭吧，大家放心，有我在不会有任何安全问题的。好，就这么定了，明天五行山赴宴。一切靠我的眼色行事，明白了吗？只要您给我一个眼色，我就把那两盘下了药的月饼端出来，对吧？没错，这么简单的事你要是再做不了，就可以打包袱走人了。一盘是行动变得缓慢，一盘是脑袋变笨，对吧？我保证一定做得好，我还等着药效起来之后把他们一网打尽呢，尤其是那个牛头，我饶不了他。嗯，应该差不多了。怪物山的朋友，记住今晚的月亮，因为你们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是这里吗？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山头多石啊，好大呀！贵客来临，真是蓬荜生辉呀！猫王，你突然这么说人话，还真让人不适应呢。哎，都怪我以前不懂事，逗啊逗的一点意思都没有。我们应该建立友好的睦邻关系，大家一起协同发展，才会有更美好的未来嘛。我们不是竞争关系，是合作。几日不见，当刮目相看。猫王，这就对了，我们好好合作，商量看看有没有什么合作的机会，这样两座山的旅游模式可以更多元化。对对对对，我们一起来把饼做大，而不是争着那一小块饼。大王，让客人坐下慢慢说吧。是啊是啊，走，咱们坐下慢慢说。真是太高兴了。小小准备一下，不够丰盛，大家凑合吃。太客气了，猫王，你真是太客气了。哟，怎么还随身带着餐具呀？你也知道，这个食品安全堪忧啊，到处是地沟油、黑大米、鹤顶红。老大，应该是苏丹红，鹤顶红是毒药。什么？现在还放毒药？嘿，你说说看啊，这个世界可不可怕？不备个银筷子能行吗？好好好好，非常好。你们五行山的食物都非常的安全，猫王，咱们做旅游的，这个问题一点都不能忽视，你说呢？那是自然。五只羊都不够，再加上一头烤全猪，你看看行不？差不多了，谢谢招待，我吃饱了。你平时养活这些员工花费不少吧？那确实，我那点可怜的小利润都被他们吃光了。不错不错，谢谢啊。这是我家大王专门从城里订来的新鲜月饼，请大家享用吧。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您太客气了。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是啊是啊。小青姑娘，快吃点吧。我吃饱了，一口也吃不下。你们继续，我睡觉了，好困。别管他，他们蛇就那样，吃饱了就要找个地方睡觉，好好消化吧。猫王，知道要来您这里，我也特地做了月饼，这两个都是专门给你做的，你尝尝。你不喜欢吃辣的，哎呀，都怪我，刚才那个是墨西哥黑辣椒的味儿，没关系，这个你肯定喜欢，这个是甜味的。我能明天再吃吧？相信我，这个真的特别好吃。你看，我刚才把那一盘子月饼都吃下去了，你才吃我做的一个，来吧。好吧。
你对我们大王做了什么？我只是让他尝了一块纯冰薄荷味的而已嘛。他们估计差不多了，吃了这么多，一会儿就准备吧。我怎么速度变得这么快了？是啊，我也觉得身轻如燕，看来我吃得太高兴了，回家拿瓶红酒也这么快。我觉得超级高兴的，我们来狂欢吧。这都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来扔月饼吧。看着看着看着。这个药不是那天卖给猫王了吗？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天哪，我竟然给错药了，我给他们的是超人药。我从小就没怎么打过架，最好的记录是在一只狗追我时我逃脱了。我最好的记录是一个人打倒过三个强盗。哇，那很不错了。你们都不如我，我最好的记录是和20多个人打架，打了2个小时我都没有被打倒。真的假的呀？这么厉害，怎么做到的呀？因为我是被绑在电线杆子上打的，我也想倒，可是倒不下去。天空蓝宝石，云朵棉花糖，大树都活了1000年，会说话的猫头鹰住在树上。啊，这就是怪物山，我从小长大的地方，走遍了世界我才知道，天堂一直就在我身旁，梦里的一直是故乡。